当然是幸福气功所出的几派二老二是幸福二文自然发图结合提风提色老道中的二文表现而绕墙用气穷下的感受幸福早入改毁容下家风气老美丽幸福气壮跟地方人士穷下通几个月成果幸福二文之夜为提十年生意几行幸福民众表示过期待一下特别有案例的二文发通本幸福下壮赞天发地我对这样的活动是很有期待盼望他能做得轰轰烈烈让我们这片土地有新的生机幸福其中昌时天表示日文之夜为由沙期乌托班圣歌战士杨杰也得发通还有安布斯条的音乐会和本民众体会合众的多样日文魅力礼拜的节目请进彩了哈那个就一格的展示哈还有你沙期这个社团的创意的采接啊哈来展现哈你信封音啊热情啦哈，还有因客家语文的特色。新屋系五米之乡，韩国系客家重点发展区，一摆透过语文发图，归处前呢推广新屋观光，希望想到韩国多个民众行业新屋，客家新屋落安塔，桃园报道。